动起来就省劲儿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这里就是陈家店村的住宅，他们现在都住进楼房了。哎，这里环境也太好了，还有喷泉，然后你看这个小区的环境还特别好，绿化好，车位也很多。而且村民住进来是给他们免10年的物业费和采暖费。天哪，我都想住过来了。嗯，好甜。我这可不是在偷吃，这是村民从村里合作社租来的温室，游客呢就可以在这里观光采摘了。一共有200多栋葡萄、草莓、黄瓜、西红柿，我可以在这里吃上几天几夜。第3届全国农民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，我刚才听到声音，我还以为是村民自己在这跳舞呢，结果过来发现是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比赛，厉害了！看来这会儿都是广场舞的男团、女团。